那么作为一个简单的课，那个孔就32拜嘛，很简单，没有几篇嘛，啊，这个立初祭啊，让初祭有的修啊，啊，那么这一个这个简课的内容是怎么着呢？业自他感应于三业之间呢、啊？我们这个修行就是要感应啊，感应是就是我是自啊，我是他呀、啊，这个自和他有了感应了、啊。是最好的事情了。那么怎么能得到感应呢？我们这个身呐、啊、口啊、意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作业的称为三业啊。就在这个身呐、啊、口啊、意啊，这个三业的这个人就是在这个三个业里头了。可是这是在这个三业里头，我们能够达到自他感应啊。你身在礼拜，身业口在念诵是口业，意在念经文，言在那个。安住于经文的这个奥义之中，你的身口意以这个为能感，你就能得到感应嘛，得到佛的加倍嘛。啊，这个国就是包裹啊，国赞观愿相于一理之际，这就是五念法门。五念法门是礼拜啊，第二就是赞叹啊，这个应该就是这个。赞叹，这个是它有观察啊，赞叹、观察、发愿、回向、礼拜，这是五念法门。所谓赞观愿向，哦，这个赞叹啊，这个观察、发愿、回向，都在这个一个头里头。你要就是磕这一个头，可是在之前你就有这个一心观礼就观了，啊，然后这个里头这里头有赞叹的话，这个发愿在里头，回向也在里头，所以这个世亲菩萨说这个五念的法门，这就是融汇在啊这个修持里头了啊，所以称为五念简课。这么做的话，妄想不应晨习啊，妄想抓不着机会，不能钻空子。啊，你没有机会给他，因为你这个都在，你都一件事接一件事，这个头磕完了，下面又一心观礼了，啊，这里文具都很紧凑，这磕完之后，你又是念佛中还三称南无阿弥陀佛，起来又念了，又妄想没有机会啊，没有，他没有空子可钻了，不能乘机而入，啊，这个正念自得现前嘛。妄想不能乘虚而入，你正念就自然现前嘛，是吧？说这个就是多么直截了当，虚实俱少，周教良多啊！这32拜一会儿就做完了，时间很少，而收效是非常非常多啊！啊，跟别的相比啊，所以先后相望啊，节时省力，又节省时间，又省精力。所以在现在这个大家都忙啊，都紧张啊，而且大家都是这个。就是出家人也不闲呐、啊，有的出家人比我们还忙啊。他的庙做了旅游点了，他这一早上起来就要把庙打扫干净，啊，然后就是这个来了游人，就是糖香烟头，这个糖包糖的这个纸，啊，这是这一天这个条数扫，他说还什么叫用功，腰酸腿疼啊，什么都动弹不了了。那大家就这么花时间，所以出家人想出家。我说您到哪儿去出家去？现在，所以现在就是说在家也现在就是各种都在忙，这种美国的中年人的战场，啊，都是在斗啊，在争啊，竞争啊，啊，所以要专门修持是很难，所以就要有这样的法门，简单扼要，啊，效果很高啊，这个我们讲效率，高效率嘛，你花时间少，效果大，就是效率高嘛。我们要谋求这个高效率的法门的啊，行者都称遍了，所以前前后很多人修，很多人一直修到90多岁，我感觉一个人，啊，他还在马路上一边修一边念，他从来不坐车子，甚至他也是走啊，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就修着，啊，一边走一边，他当然不能磕到心里欢喜，我再磕到，啊，这个这么样的话，你果能随文运心呢、啊？随着这个文，你就是这个心就在这，随着它，啊，心之这个运转呢、啊，
啊，跟这文跟这个经跟这里头这个基督教里头的文一致啊。酒席纯熟，纯熟了之后，你就对于性修不二、静致一如的道理，不用去研究，也自然就能升到境界啊。所以性修不二、静致一如这两句话，现在不讲啊，等到以后要讲，在这文章里头，这很重要。你的本性和你现在的修持，你本性就是佛，你现在修持，你不，你这个就是你在做三十二拜，你这个修持和你的本性就不是一件事情啊。静和智，你这个境界和观想极乐世界种种境界和这个智慧和金刚的智慧，不是两样的。所以有人就说《金刚经》跟《阿弥陀经》有个矛盾呢、啊。《金刚经》是一切有相都是虚妄，一个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告诉我又是黄金为地，又是这又是那，全是有相，这两个经矛盾呢、啊。啊，这两个经并不矛盾，是你读的人矛盾。这静和智是一如，静就是智。这些道理我们在底下都要发挥。所以这个，啊，这是、啊、那么、这个时候再念大经，这个于净土法门有如顺水行舟、扬帆竞渡一样。你就在顺水的乘船呐、啊，会顺风了，帆也挂起来了，直接就渡过了啊！啊，这底下就不多说了，就再交代一下，说这里头啊，这个每一条啊，都是经文呐、啊，啊，不要大意呀、啊，啊，恭恭敬敬的，就是这个天清菩萨四修五念，五念我们说过了。还有四修，啊，四修的意思就是一个是恭敬修，我们要很恭敬净土法门，恭敬阿弥陀和一切圣众；第二是无余修啊，这个你称了名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是专念阿弥陀名号，也就是跟这个经中这些如来圣众的名号，不许参加其他的，就是无余修，不见修者净念相继没有间断呐、啊。啊，这个常时修，就是以鼻命为期啊，我这一生啊，啊，一直到我命终了，我才能念完呐、啊，啊，叫四修五念。刚才说我这五种。这天津佛教的主宗叫四修五念，那么这个四修五念自然就活到密一了啊。这个底下不说了，就是这个主要的啊，就我们也图这里知道啊，要修净业啊，这里头要知道读量受经啊，要知道这个啊，这个夏老师汇集的阿弥陀经啊，这个种种的啊。那么这个里头最简易的呢，就是净修戒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开始啊，大家一起啊，来这个共同啊研究。